你讲，今日请坐。谢谢谢谢，这个民政府执行已经不成功了啦。再有这个破啊声，啊，那真正干那这个破啊声哦，民政府未成立啦。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好。今日因为伫顶礼拜吼，咱有发一个通知，予所有的学员，讲今日一课真重要吼，啊，要求大家倒来听，因为照道理来讲，这课应该毋是我要上的课，但是呢，这节课吼，我甲调用，一道还阁有呢。啊，中昼十二点半到点半呢，民政府要开这个决策委员会的这个会议。所以这边十六届的学员哦，算起拢真好运呐，因为吼、哦，恁会当得到上届新的民政会进展。我伫昨日上课时阵有甲大家人报告，台湾民政府是照国际法、战争法、万国公法、自然法啊所成立的，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替咱伫去年九月七八。在华盛顿 DC 举办酒会，五个单位来参加，这是中华民国有历史以来啊，从来毋捌拄到的这种的待遇。今日《中国时报》刊了着蔡英文一篇访问稿，其中啊，当然啊，伊所讲的吼，就是含咱。台湾民政府所主张的啊，无同款。伊讲啥？伊讲中华民国是现主席的台湾政府，这是蔡英文啊，伫骗遐统派一票。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讲过几啊摆啊，几啊摆，搁再一摆，搁再几十摆啊，但是台湾人就是袂觉醒。你唔知会记哩无？蔡英文有讲，中华民国只不过是流亡政府，但是伊今日的新闻啊，讲伊昨接受访问啊，伊讲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各位，美国讲现主席伫台湾的管辖权是啥物政府？台湾 authority， 唔是讲台湾政府，但是当时。咱要发行身份证的同时，本来予美国批准的身份证顶端是干呐写一个台湾，但是美国有关的单位、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国防部甲咱讲，迄、那个台湾两字爱换掉，换做台湾 government， 台湾政府。各位，当咱知影这个消息的时阵啊，所有的民政府的干部。民政府的成员啊，拢非常非常的欢喜。伫顶礼拜的时阵啊，我有接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伊寄一张 sample， 台湾民政府要发行这个护照的这个 sample， 但是这个 sample 唔是台湾民政府的 sample， 这是科威特的 ID， 是科威特的身份证。由美国五角大厦替因做的，伊摕这张给我看的原因是，将来，因为我一直甲对啊，我讲吼，啊你无肯摕一啊物件给阮台湾这新闻看吼，啊大家拢疑问很多啦，啊所以伊摕这个 sample 来的时阵，我今日食饭的时阵吼，我会开放给大家人去看，你若安尼看，目睭安尼看的时阵吼，未准。伊除了这个寄来以外，伊阁寄一个物件，寄一个放大镜。啥物呢？原来啊，这有秘诀伫内底。这个身份证看的时阵啊，你都要用放大镜，你才知影讲伊内底纹路啊，非常非常的幼，简直不可能 copy。当时呢，我嘛甲试，
摕一张去甲 copy， 伫影印机甲 copy 出来啊，哇！迄个内底部分呐、啊，无啊多 copy。美国又甲咱讲，这份身份证是有三个防伪的措施。第一，科威特这个身份证内底没有 IC 版，但咱的身份证有三个 IC 版，一个伫后边，两个藏伫内底。所以美国将这张 IC 版伫海关的时阵，放伫伊的电脑机器的时阵啊，持卡人的相片就会浮出来。所以你若是伪造的，迄、那个浮出来的相片含你无同款。啊，这个现准时做的这个 IC 版，这个相片无法度甲你更改。所以万一咱发的民政府台湾公民身份证发的时阵啊，哪阵有错误啊，拢重做，迄张都爱个做会重做。当时呢，美国的五角大厦甲咱讲，这个身份证的表面有一层很特殊结构的薄膜，这个薄膜就是，互你去 copy 的时阵呐、啊，你无法度 copy 到伊内底的物件。所以啊，这就是美国最近不是甲咱宣布，伊讲电视台，我伫跑迄跑马灯，我伫写呢，伊写啥？伊讲，现准时美国提供台媒啊，已经达到次长级以上的沟通，有无？次长级以上沟通，你听好清楚啊！美国政府国务院有讲哦，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办公室。美国的官员不准入去中华民国办公室内底，啊，美国的所有的官员嘛无要和中华民国的官员见面。台美已经达到次长级以上的沟通，同时伊讲要予台湾免签证。各位，这个内底你唔来看有无？真欢喜，咱的台中的朋友啊！咱的学员啊，台中区，我去草屯去演讲的时阵哦，因出去甲我讲这个消息。因讲，这明明就是你讲台湾民政府嘛，各位这是完全正确。因为咱的驻美代表蔡明发先生已经有和美国政府去接洽，这接洽就是讲这个身份证的代志，台湾公民法案内底公民这个证件的代志。美国已经有给咱答应讲，持这个卡会当唔免签证要入去美国。当然啦、啊，现主席真侪人拢感觉真奇怪，但是中华民国对咧后壁伊嘛宣布讲到年底，但是我各位我会当甲你保证，中华民国用中华民国的护照要入去美国免签证，绝对不可能。美国已经有给咱透露。这个三四个月内底，因派伫台湾查到美国人，哎，这个中国人用台湾中华民国护照入去美国有400多个，所以 AIT 伫这个顶个月有宣布一个代志，你要注意。伊讲你若要签证，用中华民国护照要签证，要去摕迄个签证的时阵，要附带户口成本，而且。这个户口上面讲啊，你都爱是本土台湾人，这跟咱讲的有拢种同款无？有拢同款无？哎，好，迄时代人户口填迄是没有错，伊这就是咱即马现主席迄、那个公民权利法案，你跟所有的人要求讲，你若要申请咱的身份证，爱摕父母。除了讲你的，你本身是伫1945年以前出世的，会当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啊，若无你就爱你的父母是台湾人，你才会当申请这份身份证。各位 ，AIT 有替咱证实无？有啊。啊，外口这些台湾人看有无？看无啦。啊，所以你若要甲伊讲，你免甲伊编。迄是表示讲吼，伊的温度就是安尼，伊的命运就是安尼。所以各位，一步一步，坦讲，我无伫烦恼其他代，我干呐烦恼。我你讲，咱的总理讲，我烦恼啥呢？我烦恼讲，
真正政权放在咱的手，咱第一步要做啥？身份证，那是已经在完成的物件啦，不是身份证啦。其实美国拢甲咱想好啊，伊讲你要成立黑熊大队、黑熊总队。黑熊大队是要创啥？75岁到85岁、45岁以下的人员，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要来这甲咱训练呢。有啊，要做饭的款的吼，各位免烦恼哦。无刀无枪，咱干有一个武器，法律。希拉蕊嘛有讲，6月30日讲的啊，爱用国际法来解决现主席东南亚这的问题啦。国际法是啥？就是咱即马讲的战争法，咱讲的万国公法，咱讲的主人法。台湾这学者无研究的，就是万国公法。甚至旧金山和平条约，干那研究一半，非常可惜。最近真好，所有的绿派、绿营的人在讲，爱开始讲台湾的地位，爱研究旧金山和平条约。拜托的，65年啊，到今日才在讲要研究旧金山和平条约了。不过还好，咱爱甲原谅，又开始在动了。所以台湾的这转啊，是转到很慢，因为这些人，这些过去在说台湾地位的人，研究一半都用感情。台湾人要独立，台湾人要自主，台湾要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一方面又跟你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各位，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都知道，这是什么？我一声这么大声，是不是主权独立国家？是。对嘛？不是嘛？就是因为不是主权独立国家，所以要入去联合国 ？No， 未当入去。伊嘛过去报纸甲你讲，台湾1972年退出联合国，拜托诶，退出联合国不是咱呢，是伊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代表蒋介石呢，是台湾。将来唔捌加入联合国，要安那退出联合国？各位，你甲看哈，潘基文伫两年前，伊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无？美国马上出面甲否认，当时美国招5个国家做伙，甲潘基文甲联合国的法务部甲伊讲，法务处甲伊讲。好啦，你先坐啦。啊，你慢慢，你先坐啦。哎，替人较欢喜一下啦。所谓年纪上爱大，我都还袂讲到遐个。美国招日本，招 Australia， 招纽西兰，招加拿大，甲美国本身5个国家，去甲联合国。的法务处甲潘基文讲，你以后袂再就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绝对唔是中国的一部分。问题是安怎美国政府叫这5个国家，奈不爱叫其他的国家？因为这几个国家你甲看清楚啊，这几个国家的真正的领导人是啥物人？是女王呢？咱台湾这块土地。我上课甲各位讲，这块土地甲今日位置的所有权是谁的？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哦，日本天皇。理由你也要讲无？啊，若无你会向吐槽、哦。日本天皇是安怎讲日本天皇？你若要记，你记好清楚哦。因为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的时阵，是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含。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就是天皇啦。约束签的合约第2条，将台湾甲台湾的附属岛屿甲澎湖永远完全割让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有台湾这块土地，是变作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红土，红地的土地，红地的土地，伊本来有日本的四个岛，有北海道，有本州，有九州，有四国，当然还有一个琉球，还有一个台湾，所以伊要将这个土地来交予伊信任的人来替伊管辖。这个管辖在日本的宪法内底，明治天皇的宪法内底，就是伊要将这个地位来交予首相。所以首相若选出来以后，这个首相就要去皇宫来呈递国书，予伊来同意。这就是原因在这个所在。所以日本皇帝有所有权，政府的首相有管辖权。讲到台湾，所以台湾割予日本以后，变作日本的皇土，这个问题还阁一点真要紧哦。是安怎来当割让？各位，国际法里有讲哦，只有殖民地 （colony） 殖民地才可以割让，不是殖民地，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有咧无？有咧。当年把关条约签约的时阵，清朝嘛有将辽东半岛这个半岛啊割让给日本，但是以后有三个国家出来否定，讲你袂当割。德国、意大利、甲美国讲这个不能割，这是辽东半岛是你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所以固有领土是不可以割让。干哪，殖民地可以割让。美国甲西班牙战争。西班牙在1898年战败，1899年巴黎条约内底讲啊真清楚，将四个殖民地割让。这个四个殖民地就是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菲律宾。当然，1898年这个战争，当时是美国一国一个参议会通过讲，古巴应该做一个独立的国家，授权给美国的总统对西班牙宣战。西班牙真紧，半年不到就输起啊！所以这些国家、这些土地拢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它可以割让。所以什么时阵殖民地可以割让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当割让。从1830年、1840年拿破仑的以后，的战争法都已经规定甲真清楚啊！因为你若无安尼规定哦，这个世界会乱呢。啊！美国一讲到你战争啊，所有土地拢变作美国的，所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国际法规定真清楚。所以今日美国有讲，美国讲，因为咱这个论述出来的时阵啊，有真侪人无读，还是读一半，还是读书书啊？啊，林某某，伊要讲51州啦，要将台湾变作51州 ？No， 美国的宪法规定也不可以。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所以美国讲啊真清楚，我没有台湾的主权，我只有台湾的占领权。所以咱的研究就为这开始了。啊，你若敢那占领，我都要想办法用法律来给对抗。所以咱在2006年10月20日来告美国。国讲转来，这个殖民地，因为清朝将台湾这块土地不是的殖民地，是它的拓殖地，拓展的拓，殖民的殖，拓殖地。所以当时台湾的所在啊，有6个屯垦区是由汉人的屯垦，东部原住民的土地，实际上不是台清的土地，也不是它的殖民地，但是它把它挂给人。所以那当时也引起原住民的激烈反抗。所以1905年，就是伊割了予日本以后，过10年，日本政府感觉真奇怪，这原住民抵抗奈遐尼啊厉害，所以开一个国际会议。迄当阵，美国有一个一个领事啊，住伫澳门啊，澳门的领事叫做李先德，就伊来台湾开会，伊讲。啊，这原住民在抵抗，啊，我要安怎？因为美国有对印第安人讨伐的经验，所以开会结论是讲，因为原住民敢若有部落的组织，
没有国家的组织，所以没有建立国家的主权，所以可以讨伐。所以日本在1905年开始利用10年的时间，为北部打到南部，用警察，用这个军队啊，将这个原住民啊完全征服。各位，你有注意，我无讲打赢哦，战争话内底无赢甲输这两字啦，敢若有一个征服啦。所以伊甲完全地征服以后，日本政府才正正经经将400年来台湾的头一次的主权建构完成。所以1922年2月6号，有一个叫做华盛顿裁军协定，有九个国家。迄当阵的日本的军力是世界第一名的。九个国家第19条条约承认台湾是日本的领土，所以日本自迄个时阵开始积极筹划内地延伸，开始改变。要将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变作领土，变作国土，所以1937年开始在台湾实施皇民化。因为1895年的这个叫做马关条约啊，是讲得真清楚，其中有一条给你规定，虽然你台湾这块土地是变作日本的红土，但是日本人这个土地顶外的台湾人是不是当来变作日本的公民？日本的公民，爱日本的当局同意才可以。所以，人这国际条约是写得非常清楚呢。所以，日本自1895年6月17号使政台湾的时阵，伊就公布：你台湾人有2年的时间，你去考虑，你若愿意留伫台湾呢，你留伫台湾会变作我日本的居民。不是国民哦，居民。你若不爱倒咧，你财产卖卖，你会当等于中国。各位，迄个时阵有1300几个人卖财产等于中国，但是无到半年，一半以上佫走倒转来，因为伊感觉中国无多生活。所以今日台湾这块土地，伫第二次世界大战1895年，迄个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的时阵。这块土地要安那处置？当然，美国这个同盟国迄当中有一个波茨坦宣言，啊，嘛有一个迄个叫做开罗宣言。各位，宣言就是 declaration， 宣言就是新闻公报，新闻公报就是我还未战争结束，咱这人去坐下来讨论讲啊，战争以后哪要处理的时候，我们来处理。迄当中当然啦，罗斯福有讲。啊！若战争以后，因为伊为着要将这个蒋介石甲安搭，因为伊要借用中国迄块土地，袂当互伊大声投降日本，因为中国已经拍到四川去啊。所以安尼的关系，伊甲伊讲，伊讲啊，安尼啦，啊，若阵战赢的时阵啊，伊东北遐土地啊，啊含这个台湾啊，啊，我拢说，互你日本摕倒转去。他对我有讲哦，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袂当挂予人，所以日本人也真巧，伊个国际法的专家伫迄个时阵有研究，伊讲伫即个时阵马上爱先宣布，将台湾这个土地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要哪做？人个国际法专家甲日本天皇有参详，所以伫1945年4月7日公布两个法案：第一，天皇诏书。这个天皇诏书是讲啥？讲朝鲜甲台湾这两块土地要予人民参政权。再来，法律的第34号，予台湾3名日本的参议员，贵族院的参议员3名，众议员5名。这是34号，但是战争以后有真济法律，伫日本的政府公告内底拢甲取消，偏偏34号无取消。所以上礼拜，日本的政府派军官级的外交官来和我见面两个，我甲伊问两句话。第一，日本天皇的诏书我可不要看，我无想讲因拢知影，因看看因就咧笑，你伫底找的？我讲这是毋是恁的？伊讲这有日本天皇的印啊伫遐，这个是真的。
我搁摕法律在34条，我搁好看，这份是毋是真的？嘛有日本天皇的印啊，啊有大神拢签字签字呀。今日咱会当摕到这物件，咱来感谢美国的政府。自从2006年过美国以后，美国的四个单位时常哩甲咱联络，毋是干那我一个。跟我们的主委代表蔡明凡联络。主委代表蔡明凡是什么？他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副主席。当时他那当中还没做副主席的以前，是民进党的西海岸的民进党的主委。你想看吗？一个主委甘愿不爱做他的主委，跳来民政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政府在那个时候伊有甲我咧参详的时阵，我讲安尼，你无你若有代志，你甲阮美国的代表叫做蔡明华，有甲伊见面啊，见几啊摆面啊，啊即嘛嘛还搁伫见面啊。所以今日有真侪人无一定咱了解讲到底民政府到底创啥。我伫昨上课的时阵，我啊昨日上课我甲各位报告，民政府。坦白讲，美国嘛讲啊真清楚，我无一定爱你台湾人拢总来了解，我是占领者，你爱听我的。咱会该应一句话，你讲啊，你来拢无民主，喂，你想看卖啊？那真是占领者的时阵，敢爱民主？是爱听伊的，还是听咱的？爱听伊的。占领者啊，无你搁占嘛？所以我定你讲。蒋介石以前出来讲《马关条约》失效，各位，《马关条约》哪会当失效？在迄个时阵，你要签《马关条约》，敢有人提请啊？这个清朝的皇帝讲，你一定要签，无呢？他自由意思所签的呢，未使讲伊要废掉就废掉。但是以前咱读册的时阵啊，受伊教育讲。蒋介石废除不平等条约，好伟大！迄当阵我嘛感觉伊很伟大。啊，今嘛我就讲，迄当阵叫骗你啊！条约可以不可以废除？绝对袂使，哪当废除哦？当然，咱在座吼，查甫查某不一定会欢喜嘛。讲，啊，若废除，我明仔宣布我甲阮某的结婚无效啊！敢袂讲你宣布无效就无效？敢袂使？无可能嘛！你就是让你宣布，你嘛要经过法院嘛，敢毋是？啊，这个世界上要经过，要经过啥？无法院免啦，战争嘛。所以你当时你若歪签，会使哩。结论是啥？灭亡。所以今日你大清帝国有签，这个、份有效。马关条约有效，旧金山和平条约无效。即马中国人常常咧讲，啊，中华民国无签，中华人民共。共和国嘛无签，我讲真好。啊，若无签，安尼台湾国较是日本的。你无签嘛，你不承认嘛，安尼就台湾就日本的嘛。啊，你顶礼拜我要今日要正式宣布的是，日本政府伫昨日，毋是昨日啦，顶礼拜来访问，提一个意见非常的好。我有喊咱所有民政府这人啊，这。所有的干部有在讨论，伊什么提议呢？两个提议。坦白讲，我嘛无想。但这两个提议啊，会予所有的日本人啊，拔刀精神。做啥？伊建议台湾民政府伫日本天皇的生日迄一天去参拜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何瑞仁反对啊！何瑞仁讲：“我的气笑，啊！日本人甲我美国人拍甲密密麻麻，你搁甲参拜靖国神社？我甲讲稍等嘞，靖国神社200几个英灵内底，其中有39100个台湾人啊！我去拜迄39100，会使哩无？合理嘛？对不对？”过去，伊为着台湾牺牲，你爱去甲拜无？
我跟你讲哦，你那个拜礼个的，我讲这边哦，全世界所有媒体会变过，包括日本人拢会雄雄精神。日本人的政府即马是民主党的执政。遐官员甲我讲啥呢？足趣味。伊讲民主党，民主党是韩国人，无唔对哦。九原呐、啊，伫参拜靖国神社顶个微信出来，伊阿讲，用那些家伙不是日本人，伊即马讲是韩国人。啊、我想啊，有影，伊讲了对。原来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真侪韩国人啊，转化为日本人。啊，这些人拢经营啥？拢真侪钱啦，经营拍靖国，经营麦村，所以这些人非常有钱啊。所以这两个人来跟我讲，伊讲我知影，我讲你来来找我，原来是美国政府甲因联络，伊讲你要去找台湾的民政府，所以找咱讲这个代志，所以咱有一个决定，当然这个决定含咱12月24号想要伫桃园的体育馆要办一个20,000人的大会，有无？含这个做冲突啦。咱都要考量讲对一个较好，啊，要做对一个，我怎样不讲？即马不爱讲，但是我相信你若聪明，你就知影咱想要做啥。所有的民政府的内阁，人个州的州长，咱拢真爱去。所以各位，你若要参加，当个州长啦吼，内阁拢一定爱去的。稍等下12点的时阵啊。在楼下要做黑色的西装，因为要参拜靖国神社啊。除了就几个主要的领导人啊，要穿燕尾服啊，啊，其他拢总要穿黑色的制服。你想看咩啊？你头壳来想迄个镜头，40-50个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去参拜靖国神社。我跟你讲，全世界媒体若拢无集中伫遐吼，我才随在你咧。啊，毋是伫遐尔啦，我开记者会，迄阵阵开记者会，甲全世界宣布，我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我拒绝中华民国的选举，安有理无？各位，其实日本人在讲讲这个主张的时阵，后壁咪也是美国人啦。因为政治现在是在国际上、啊、变化无常，本来咱想讲，那是因建议的啦，要伫桃园办这个20,000人的大会，因要派人来参加，要宣布一寡代志。啊，我讲安尼好啊，外销变内销啦，伫遐若开记者会，全世界媒体拢报落去，你会死无？所以啊。我嘛感觉讲，来扣咱所有的这1,000名的成员啊，伫外口敢若讲哦，卖去投票，卖去投票，会去用牵鸡卵的。所以我常咧讲，你若讲卖去投票，伊若听有就听有，啊若听袂，你卖甲讲，到那个地方停止。因为后摆政接政权的时阵啊，唔免遐尼啊济人啦，美国讲4,000名就好啊。所以国际演变局势，咱是完全配合美国的行。各位，咱民政府伫要行的路，坦白讲啊，我常咧甲咱的总理、甲咱的参议院的院那个议长啊，我常咧讨论啊，接政权第一项要做啥？会闹会无？会乱无？各位，袂乱啊，你放心啊。第一，美国甲咱做到做啥物物件？将中华民国的部队消灭。啊，开始你消灭未？开始你消灭啦！有的人还佫搞不清楚什么时阵消灭呢？你甲看伊 logo， 这拢无去啊，迄火拢无啊！你想看卖啊？一个部队拢总无 logo， 啊是啥？恐怖组织啊！我就是用这点。甲美国问伊讲，你美国有公布讲恐怖组织有3个条件：第一，它不是国家；第二，
他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啊。塔利班跟那个奥沙马，不是奥巴马，奥沙马就是宾拉登啊。伊这个组织就是合乎这三个条件。中华民国是不是合乎这三个条件？我讲给你听。第一，美国讲的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合乎条件。第二，中华民国一定卖武器给伊，合乎条件。第三，甲咱征兵，占领台湾，哪会当伫台湾征兵啊？问题是台湾迄当阵唔知呀，所以即个日本派人来和咱讲的时阵，我嘛甲讲，我讲你日本哪会甲今日才来出来伫讲？我讲你日本人，你的精英拢死了了啊！伊咧笑，因为什么？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拢你的精英啦，啊，若精英无就自杀啦。所以恁今日或者阿里不达来去通敌啊！所以伊才甲你讲，伊讲安尼，你民进党来参拜，伊即卖民主党不爱参拜，但是你民进党来拜咧个地哦，全日本拢变过来。真个真好个点子呢，所以我即马伫甲人讲个时阵，若听到即个意见哦，大家都真欢喜呢。但是我相信，咱台湾民众个内家，若要去拜访日本，做一束西装啊，嘛无啥。但是要去拜访个人，咱会约法三章哦。你伫三工四工内底啊，袂当去啉酒哦。不可以出来哦，你如果出来哦，我给你保证那些狗仔队哦，一定去给你翕相的，翕起来回来哦，报纸哦，不要给你报那个，要给你报这个。所以你如果要参加，可以，但是要服从啊，我们的统一指挥啊。所以你不要说这边要去参观啊，你除了祭拜靖国神社，除了去皇宫跟日本天皇祝他生日快乐，日本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啦，啊，你后要去拜访自民党东部，要去拜访民主党的东部，各位，一步一步，民政府向成功的道路伫行啦。黑熊总队75个甲85个，美国托几下摆，讲你名单爱好啊，我还佫提袂出来呢。我甲现准时位置差不多40个，这40个，我想几波，原来伊就是照琉球。伊甲法官的情形伫做啦。美国的军事政府伫琉球成立要进前，先成立警察预备队。这个警察预备队就是讲，咱唔免家己去训练警察，利用现主席流亡政府的警察的系统，啊，甲头甲顾起来就好啊。所有咱的黑熊总队的成员受接中尉。派遣军事政府哪几摆？警察咱负责，部队美军负责，这是第一步。社会大兴安定，你若警察不服从的，授权和迄黑熊总队这成员当场将局长换掉，安尼袂听吗？所以你免烦恼啦，遐乌道啊，用宪兵来甲处理，用军法甲审判，真紧就变变啊，无你甲伊客气。所以你会当完全的放心，民政府、军事政府呐接管，民政府接管的时阵，大家同款，计当讲同款上班，然后开始要大改革。民政府派出的这些政务官，我搁直接重复一摆，不准贪污。你有厝好，你住，你的薪水有四五倍，袂使贪污。你讲好唔好？好。您答应哦，大家拢答应哦。当时啊，咱要将监狱废掉，改用鞭刑，无必要讲哦，都甲你饲啦。你反对我，我甲你饲要创啥？我甲你叫来，一摆拍五个就好，啊，拍第六个你会死啊！
因为拍一个哦，尻川迄是变作四地。我是讲真诶哦，变形哦，迄、那个王先生迄变形诶图片，甲翕来互伊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哈。我甲你保证，五个拍了哦，你爱倒伫眠床爱趴咧困哦，趴一礼拜以上啊，啊未好就搁叫来。这变形啦，伫变形诶时阵啊，医生爱对伫边啊啦，毋通叫拍死，啊拍死嘛无法度啊。所以我相信啊，台湾的治安会好，会非常的好。政府若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拢送互你厝，我有讲，你也甲伊问讲，啊，你钱为倒来？我真简单来讲，干那每年的军费省6000亿，每年的中华民国的外交的部分一年省超8000亿，还够有呢。你刚刚看夏威夷，夏威夷的收入第一名是啥？不是观光啊，观光才20%而已，伊的50%的收入是伊的基地租予美军啊，你讲奇怪呢吼？啊，家己国家的军队在伫用，啊，都爱付租金，各位。干那全世界干这个中华民国这种无路用的流氓。用咱的土地啊，无得付租金呐、啊！啊，咱不要讲啊，伊敢若用爱国，你就土去啊，你就毁去啊！伊用你的土地，当然爱付租金，互你嘛，对不对？恁家要发大无？当然嘛不爱，爱租金嘛。美国，我有甲美国讲，琉球，你无要用，来台湾用，记得你去建。你若不爱建，我会租予苏联哦。去当咱就咱个吓呢，啊！你要抓来1亿，伊啊苏联要抓2亿呢吼，干吓呢？有啦，足侪钱啦！啊，若开始袂当贪污啊，即卖经费省有够侪啦。高铁，民政府若执政的时阵，东部马上高铁通啦。咱潘副总统是台东人啦。伊讲哦，那通了个不得了呢！所有沿岸啊、海边啊的土地啊，开放起别庄呢。因中国人无爱伫海边起别庄的原因，伫对你知不知？因为中国人上界惊海边，海边有海贼，所以因拢比较远。啊，欧美大家嘛要躲在海边，海边的厝较贵呢。台湾开放，我甲你保证，全世界大家拢要来台湾住啦。当时咱的品种嘛爱改，咱的人种爱改。要去欧洲，要来鼓励18岁、16岁都好啦，16岁甲22岁少年的查甫甲查某囡仔金头毛的来台湾读册免钱，寄予咱哦，送伊钱，搁送伊厝。我甲你讲，这礼拜拍破案，因为你无基础价啊，你们都太老了。到迄个时阵啊，予咱过5年、10年啊，遐中国人一个看，咦，咱拢金头毛的，哎，拢讲英语，啊，这毋是我的土地。伊后摆就别个甲你讲啊，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的诏书实施以后，为迄一天开始，台湾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伫旧金山和平条袂当挂予人啦，原因伫遮啦，啊你看有无？其实旧金山和平条约对台湾的地位有真清楚啊，我甲你讲真清楚，非常清楚。即马问题是台湾人爱出声，美国甲我讲几啊摆，我本来听无咧，我都已经讲啊遮大声，我阁无出声。伊讲，你台湾人爱出声，就是讲你台湾人爱决定你家己要行。我知影，大家心内足欢喜，就讲我要建国，因为以前甲你教育你爱建国，但是建国的头前还佫一条路，你爱行清，爱行清楚啦。这条路是甚物？自治啦。伫1950年，联合国
对台湾处理六个条件内底第五个，就是讲要让台湾自治啦。所以有以前有真侪人讲啊，公投美国拢反对，美国讲啊，你这头壳，恁这台湾人头壳真足歹呢。你台湾就带两种人啊，一种是占领者，一种是被占领者啊。啊，你公投是要听上个？被占领者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占领者就是中国人，流亡伫台湾者中国人。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报，所谓讲的台湾人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台湾关系法讲的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夭壽啊！美国在文字上在跟你算，你台湾人看无 ？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嘛是台湾人，其实无同款啊。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咱即摆申请身份证的时阵有讲啊真清楚，你都要摕你的户籍成本。会当来证明讲你是真真正正本土台湾人，我讲一个例给你听。咱控告美国，美国甲咱讲，美国讲你台湾人无国籍，你听我清楚哦。那无国籍甲有国籍人结婚，后代是啥物物件？有国籍。所以台湾人若甲中国人结婚，你的后代是啥物人？中国人。又惊着呢？我认同台湾，我住在台湾啊，各位，我认同美国，但是我不是美国人啊。我认同日本，我跟日本人 ，no， 还是要照法律来。所以，你讲去传传遐外劳啊，传遐越南人啊，你想看卖哦？你也想清楚，你若传越南人啊，你该传某结婚以后，你生一囝，越南人呢、欸？越南人呢？伊你无国籍啊，无国籍到有国籍的，囡仔后代绝对是有国籍啊。所以即摆有真侪人一日看到咱的公民权利法案，拢惊着呢。哎，安尼要安怎？我著用某娶嘞啊，免啦，免烦恼，爱替你考虑啦。本土台湾人就是安尼啦。啊，我怎啊想的足奇怪？东南亚的人，敢那拢细细汉啊，甲我同款啊，不然不要较细汉啊。个乌，啊！你后代那也水，所以我讲一定要来替咱后代去找迄个欧洲金头毛的白色的查甫啥查某囡仔，啊！甲鼓励你叫台湾人，敢那是原住民，我已经甲伊开支票。原住民民政府若接种的时阵啊，生一个囡仔，给你100万，啊！你免拍破啊，自私呢，叫他自私呢。我喜欢来安尼甲讲，你知无？因为原住民有120万，即摆剩51万尔啦。各位，爱讲恢复啦，但是袂当一直生呢，甲120万为止，生一个100万互伊。啊，咱台湾人的囡仔，为小学、为幼稚园，一直到大学，拢免钱。咱绝对有钱啦。但是要强调，在座各位真有可能，可能性真高，80%-90%拢会去用派做政务官。你袂当贪污啊！我一再强调，你袂当贪污啊！啊，对，真好。所以，我早就有甲大家讲啊，官察底是死人啊，唔是老人啊。所以你莫讲我遮侪岁啊，遮侪岁啊，没有关系啊。你只要你会当替民政府、替台湾人做代志的，咱拢希望你会当来用。美国坦白讲，我今日直接正式宣布，美国政府要将重建基金有开始要拨予咱，但是要求你的人员爱有，啊无我钱拨你要安怎用？咱好加在吼，咱这期的学生未歹，有80-90个。哎，头前几件嘛拢真少呢，所以阮这民政府这干部直接咧困迄电棒啊，拜托诶，替民政府介绍一个较好诶人啦，啊，卖介绍迄个要来做官诶哈，迄啦，各位，恁敢有交钱哦？民政府有无？有无？会较大声尔啊！哎，咧有听诶呢？有无？有。
袂使贪污啊。阿扁啊，失败就失败伫遮啦，接受现金啦，大家比到底啦，啊，官比到大个啦，不管咱个总理啊，伊去做财政局局长啊，有真个代志，伊看真怨叹，伫这个所在甲大家说明，问题伫这个所在，所以今日我予咱以前遮，尤其是咱个州长、副州长、参议长倒转来。要甲大家讲这个好消息，州长、副州长内阁是强迫要去日本，日本的费用四天三晚，予你用下班。但是我有个规定，要做日本航空公司，我足惊讲吼，若坐华航的吼，甲你变变，所以我讲一定要坐日航。伊讲袂当坐其他俗航无啊，我感觉较贵个。啊，而且呢，要去的，给你做那个，给你保险，一个人弄2000万的保险，当然你不是要赚那个来的，我不爱你去赚那个啊。啊，还做制服，所以这方面啊，你若不是那个，你也可以报名。他们讲，敢那做一身西装，你就赚着。冬天的西装呢，5000块呢。伊敢有底好做，我不爱上。所以，这是我这节课要甲大家人先宣布的。啊，即马总理啊，休困一下，总理啊，要含大家讲。啊，我更加精彩，伫点半才要来宣布，安尼好唔好？多谢。